好吃。20克、40克、60克、80克还不够啊，主播这边再给您整5克啊，现在呢是19.9的价格，整整到手85克。现在呢主播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爹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2块钱的券啊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7.9到手是整整85克。咱家这个小鹌鹑蛋呢啊，3种口味，一个是盐焗的，还有香辣的，还有泡椒的啊，多种口味混发装的啊，吃起来不是那么单一。嗯，这个呢是经典盐焗的啊，看一下这个个头。外皮呢是 QQ 弹弹，耿耿啾啾的啊，就连这个小蛋心啊也是卤制的，特别有味道。而且里面是带小汤汁的啊，咱吃起来的时候啊不会一样。好吃。一口一个更过瘾。这个是香辣的啊，香辣的蛋皮更耿啾一点。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个香辣的啊，特别 Q 弹。香辣可口啊，特别好吃。这是泡椒的啊，咱没胃口的时候啊来2颗泡椒的啊，特别开胃。它这个味道呢跟那个小脆笋啊，那个泡椒小脆笋的味道有点相像啊。特别爽口。满口爆汁。像咱平常煮个泡面了，煮个螺蛳粉啊，当一个小零食来吃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它采用的呢是低温慢卤的工艺啊，卤制的啊特别匀滑啊，味道呢是刚刚好。下面啊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立减2，17.9到手不是70枚啊，是整整85枚。厂家控价之后，优惠券随时关闭。